鲜明的对照。对对对，好，好，下一张，你有什么问题提出来，我回答你。好，没有，先下一张，这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章节了，这是有关于照片的事儿。我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经历了，一场又一场的风雨，经历了无数的这个，各种各样的场面，包括群众游行啊，批斗领导干部啊，捣毁寺庙啊，批斗和尚啊，甚至于刑场处决啊，在这个那个时候呢，为了多发稿，因为多发稿呢就能够多领胶卷，嗯，多领，因为我那个所在的黑龙江日报的摄影组一共五个人，我是最末的一位小字辈儿。那么小字辈呢，当时为什么我这拍的文革照片这么多呢？是因为文革初期的时候，社会上很混乱，凡是出去拍照的，你在一些场合里看到有人拍照，应该就会上来有人盘问你，就盘问你说你是哪儿的。那我们当时都是说我是黑龙江日报的，给拿出记者证给他看，你这不看则罢，这一看非同小可，他们就说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，你来收集整我们群众，收集群众的黑材料，准备秋后算账。这个含义不知道您懂，我懂，我懂，能不能理解？我懂。就是说，共产党的历次运动啊，可把群众啊给培养出来了，培养是说一定会有秋后算账。这个秋后算账，明天反右的时候先告诉你，大命大放，大自爆，你就大胆的说，你帮助党争锋。有人当真了，就说了，这不是后来出现叫引蛇出洞，完了以后再抓右派。那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群众还是按照这样一个惯常的思维啊，这个惯常的思维就想到，你省报的记者来拍这个照片，你不拍一下我们的脸吗？等着秋后算账，按照脸来找人呢。对，这真是啊，我们真还没有这个任务，没有人给我们下达过这个任务，但是群众就想到了，所以群众有时候也是很高明的，说高明就是为了自保，就采取各种手段，所以凡是拍照的都要去盘问。一些红卫兵也盘问，说你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，所以后来呢，就我乃至于我们集体采访的时候，都被揪到大会台前面，还有把组长弄到台上去，当众示众。所以我后来那些老资深的那四位老记者呀，遇到这样场景就不再去拍了。哦，他们能有一百个理由不去拍，对，忙啊。或者开会啊，尤其你是都是党员呢、我们开党的小组会啊，开党的支部会啊，小李你去吧。那个时候还有一条什么呢？报纸上取消了署名。哦，这个署名和不署名啊，动力就是不一样。那个在最初呢，以前呢就是谁拍的照片都应该署名、本报记者李振胜摄影社，就是或者本报记者某某社。文革开始的时候要取消名利啊，这个报纸署名的，就是我们内部开会讲了，工人生产的机械没有一个打上就是谁谁制造的，农民生产的粮食也没有说谁谁种的，为什么我们就要拍一个照片写篇文章都要署上本报记者谁谁谁，所以要破除这个。都心里可能不知怎么想，但是表面都得拥护，我就更拥护了。我当时还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呢，所以我就后来就他们一看呢，报纸也不署名了，反正只有报社内部知道这是谁谁谁拍的。另外再就是同行们知道，是不是李振胜和我们昨天一块拍照的，今天一见报，你知道吧，人家就是他拍的。但读者不知道啊，所以后来由于不署名了，由于社会上很混乱了，到处在抓拍照的人，后来就是看
我后来为什么我在报社里成立了一个红色青年战斗队呢？就是为了获得一个袖标。哦。带着袖标采访，那些就不问造反派红卫兵们以为这也是自己人，一个战就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他就不再可以抓你了，也不盘问你了。那么由于这样的情况，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拍的照片是最多的。有的是一天上午一场，下午又一场，还有我那个采访时间呢，就近乎于人中一被批斗的那个场景了。那个数字真的，因为上午有两场，说都得去。那么老记者不去了，那我就跑到这个会场去拍一张，拍那个会场，拍照片的不一定都发稿，但是你必须得去。报社采取什么态度？社会上好几派造反派，观点不同，造反派好几派。要叫做省委给的命令是一碗水端平，嗯，一碗水端平就是，红色造反团的开大会了，你有记者去了，好了，八八造反团的又开大会了，这都是海军工的名分啊，你不去，因为说你瞧不起我们，嗯，现在还有一派东方红造反团也开了，那同一天三个都得开，记者都得到场，到了场以后。这就叫一碗水端平了。好。那么后来就是说，我就希望能够多发稿。嗯。多发稿呢，就可以多领胶卷。嗯。你看这个张照片，这是我拍的一张照片。哎，还真巧了，今天是不是8月12号？今天是8月12号。我们录是。这就是50年前的8月12号发生的事情。哦。真的，这是在什么地方？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因为当时毛泽东啊，嗯、在北京、哦，在那个对那个革命群众说了一句话，就是这个现在标语牌上写的那个字：要关心国家大事，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吧进行到底、哎？文化大革命，大革命进行到底、嗯。哎，他前面是原来发表的时候啊，是叫前面有一你们。哦，你们要关哦，哎，他跟群众讲的，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。嗯，那么这个要是标语加上个你们，这就不知道对谁说的了。因为当时我在大陆文革期间呢，那个毛主席的话有两种那个诠释，叫有两种诠释的方法是吧？一个是最高指示，就是不管毛主席哪一年说的。嗯，毛主席在延安说的也好，毛主席在重庆说的也好，毛主席在就是使大陆说的话，就解放前和解放后，反正毛主席说的话都叫最高指示。毛主席最新说的话呢，叫做最新指示。嗯。有的还开成叫最新最高指示，或者说不用，就是毛主席最新指示。嗯。那么这个就是人民举着这个毛主席刚刚说过的话欢呼啊。嗯，就是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到了省委的门前来游行，嗯，就表达拥护毛主席的最新指示。嗯，这个画面如果说就这样发稿了，那就糟糕了。哦，有什么毛病啊？会糟糕到什么程度呢？嗯，报社一定第二天马上就会被这个红卫兵所包围。嗯，就来围攻报社。说你们这发的照片有反革命这个程度，反革命的行为、嗯、倾向，嗯，哎，那么这里的反革，我也不用让您猜了，让您猜也有点难为您了，嗯，那我就刚才一一的跟你解说吧，哎，首先看这个，你刚才读这个毛主席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，您都读错了，嗯，读到哪里错了？是文化。你就打本了，对，文化那是看不清的，嗯，下面那个格是你猜出来的，嗯，对，因为上面一个命嘛，你一定猜出个格，嗯，这个因为在游行当中呢，前后都是人，前面的人举那些小三角旗啊，摇摇摆摆晃荡，挡着了，挡住了，挡住了后面的字，挡住后面的字就是要关心国家大事，嗯。那个把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字挡住了，格字挡住了一步，对，就
变成一个牛字了。对对对，是不是要看那个笔画不就是个牛字吗？对，要把文化牛命进行到底。这要是这样见报，那那个一定是叫恶毒篡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。嗯，你很恶毒啊，文化大革命你变成文化牛命啊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、当然就要修改了。新的这部新不说，这算一个不可饶恕的一个过错。要是电报的话，就算反革命行为。嗯。再看后面，前面振臂高呼敬祝毛，不要不看后面，先不看这个，先看了，还看原来那张。我说后面是指的这个画面中间这个部分。哦。两只拳头。对。紧紧的。对，握着。打向了毛主席。对，哦，哎呦，两只拳头就差一点要打到脸上了，打到下巴了。对对对，这怎么这话了得？啊、另外，这个毛主席镶的是毛主席像镶在黑块里，什么人用黑块啊？嗯，什么人用黑块啊？了解了解。是你了解，你不说说那个话了。嗯、对了，好，其实不是黑块，是紫红色的那种。是不是在黑白照片里面就变成黑的了？对了，黑白照片拍出来就变成黑的了。对，好，这是一个。再看画面的左边那个毛主席，不仅仅是中间的还好，嗯、要打向毛主席还没打到呢。那个这个好。这个就叫做整个一个拳头打在脸上，嗯、在大陆语言的叫就叫风眼儿，哦，是打人呢，是一拳上去，嗯，打着你两个眼睛就看不见了，嗯，这叫风眼，把你眼睛给你封了，嗯，你看，实际上就是前面的拳头啊重叠在后边了，嗯，对，这个常识尽人皆知、嗯，但是尽人皆知，你可不能按照这个尽人皆知这个常识。去发表照片怎么办？你能过到下一张来。好好，这就是我修改以后的照片。哦，嗯，那个修改的办法是什么？那个时候也没有 Photoshop。 嗯嗯，就是用那个广告粉呐、啊，嗯，白色的呀，灰色的，黑色的条啊， 嗯那个你看那个前面文化牛命那个地方，把那个小三角旗给抹掉了，抹掉了，对，然后再抹掉了三角旗，就又用那个黑色写上大革命，那个革呢把它写完整了，对，这个就政治上正确了，嗯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完整的，嗯，要关心国家大事，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对，那个要字在前一个画面当中，那下面那个第二个要，嗯，对，也改了，也把它抹一抹，也写出来，让人能读出来了。对，那个毛主席的那个将要打向毛主席下巴的那两只手，为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的完整性，那你让他截肢了吧？嗯。到哪去了？完全给你抹掉了，抹掉了。嗯，而且是为了抹掉它呀，那个毛主席那个除了脸以外，我把第一张再打出来。那个衣服是涂抹的。哦。你看，这个衣服，那个不涂。对对对对，你衣服也那个拳头消失不了哎。画上去的，画上去的。这是哎，这是改过之后。我当年呢，我在读初中时我就学过了，那个专门到那个在大连那个群众艺术馆学美术，学了三年呢。Oh, 我原来没想当摄影师，我也想当画家的。原来想考这个美术学院的。啊，那么这个他那个群众那个残肢看不出来了。对。那只胳膊还有这个有个逆光的光影还出现了，就好像那个胳膊在相框的后边握着毛主席像后面的东西高举起来了。对对对对，我再把这个第一张再找出来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把那个修掉了嘛，抹掉了。对，另外呢，把那个块黑块给抹掉了。变得，对对对。这个黑块，毛主席这个像的这边缘部分没有规定该多宽。嗯。
再多宅、嗯、都没有、嗯、这样一弄呢，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完整了、嗯、革命群众的那个、被截肢的、嗯、画面是截肢的，其实 是忠于毛主席的一种表现嘛、嗯啊、但是右左边这个、哦、那个给毛主席要拳头要封眼的那个画面、嗯、要放在今天现在用这个 Photoshop 就完全可以把它修出来啊，就是这个，对对对，但是我没那个本事，对，那个时候科技也没到那个份儿，做不到这个程度，对，做不到这个程度，只好把那个裁掉。不过你做得很好，这个工作做的高傲举起那个拳头很重要，嗯，对，我保留了这个拳头，嗯，那个拳头是个情景，这个情景呢，就是表现一种力度，嗯，是吧？表现人们欢呼的那个力度吧，嗯，但是，那么你要想把这个毛主席像裁掉，还不能公然的就在办公室里当着同事的面拉起来，裁刀咔嚓一下，哦，还这样，我当时要小心呢，哦，革命群众都怕这个留下的影像秋后算账呢，嗯，我们也，我心里也得想到这一点呢，对， 对，想到什么呢？眼下的观点似乎相同，关系还挺好，但是我过两天观点分裂了，翻脸了，不同派别了，对，成立了对立派了，那就得抓对方的那个问题啊，对，啊，那你，那就是，那么就是我理论上就会产生一个罪行了，罪行是什么？理论上曾经在把这个毛主席像拉开菜刀放下。咔嚓一下，哎，如果说没有在无事方有事啊，嗯，对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时候在那个阶级斗争啊，天天讲，月月讲，年年讲，这个情况下，那个这个弦要绷得紧紧的，对对对对，你不绷紧的这个阶级斗争这个弦，你就是自身难保啊，嗯，哎、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呢？都暗房嘛，就暗室、嗯、到暗室里去，到暗室里去那里也有菜刀嘛、嗯、办公室外面也有菜刀嘛、嗯、还得心里默默的说着毛主席啊毛主席，为了您的光辉形象我只能这样了、嗯、把它放在定位置，看好的尺寸，咔嚓一刀下来，没有旁人嘛、嗯、只有我知道啊、嗯、这叫天知地知，你不知我知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样的话，要把那个裁下那个碎条，一定要把它撕得粉碎。嗯，撕得粉碎啊。嗯。你不能留下一个条，你看好，正好从毛主席脸上一刀裁下了。嗯，那不得了了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自保，这种自保的意识至今在中国大陆。大家都很还是心有余悸吧，嗯哼，心有余悸呢就是在各多方面自保啊，就是现在网上有一句话，你不能作呀，嗯，你想作就是作死啊，嗯，移动说这是作死的节奏啊，嗯嗯，好，这张照片呢就这样见报了，好，不对，等一下还说那张好，这张照片见报了以后呢，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，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一看，我就把我头一天我修改照片见报了、嗯嗯、我就先跑到那个印刷厂那个新版车间去、嗯、翻他那个那纸板、嗯、纸板的那些照片都算废照片了，对对，翻把我这个纸板这个照片拿回来，哦，就拿回来干嘛呢？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意识，就是我费那么大劲修改，就留着吧，做个纪念吧，嗯。